说警官这样，你干嘛呢？我们干嘛呢？警官这样，我们要这样子。你到手去拿。结果我们允许了，你这叫消失。你可以，这是你的权利。这样他们不能拍啊。国家那个，你问记者跟你说，这个是采访权，是他们说的。采访权，我们有肖像权。你拿我们的肖像权行不？说，拿你的身份证出来。你拿你钥匙。你不要动手，你不要动手。什么叫动手嘛？我问你，什么叫动手？你刚才那个叫动手。你们这个采访是影响肖像权，行不？有法律责任的。有什么责任？有法律责任。法律责任，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不能拍。你干嘛？哎呦！不要站起啊！你看到没有？不要你站开，你站开，不要动。有什么你可以投诉他。我动了，但是你不能去打。我动了，不要动你家的，动手就动脚的。你不动了怎么的？你打我吗？我不打你，我不打我，我不要打你。哎，因为我们有素质的，我不会跟你这样。有素质的人干嘛一起拍呢？我就问你，你拍什么？你拍什么嘛？有什么你什么让你拍的吗？对，你就抓我呀！喂，你抓我啊！你有本事你抓我啊！你别打人！怎么了？我他妈愿打你也不敢拍，贵买买的，你妈倒闭了你！怎么？你操！我打你是不是？我打了吗？你他妈有没有打？我操！不要着急了。妈的逼！我他妈打你，光我脚！我拉开他脚！他打我们干嘛？他帮我干嘛？他打你了吗？他帮我干嘛？这回你们都不敢去拍呀！妈！我跟你说，他多么真是你妈的！我也不要着急。我他妈打人拍我干脚！你在哪拍我？你在拍杨总吗？我是看门的儿子，你拍我干嘛？你骂我干嘛呀？你们打女儿干什么？你妈！我打他了吗？你看着谁？这么多人都在我打他吗？你放开我！不要讲，好不好？操你妈！你什么气？什么素质？你张嘴就骂，操我妈呀！啊！我骂是你操的吗？啊！你凭什么？你哪个这鸡巴了不起是吧？你给我录入电视里，我跟你讲，我保证跟你没完。我问他什么？他家好搞的，我搞的，我搞的，我没搞的，我搞的。玩的就钱了，玩的钱，还是钱。哎，是不是？因为宝宝，是吧？他们想不到啊。因为宝宝，是吧？真的吗？我要干！姚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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